准备往前走，我准备往前走。白沙屯拱天宫的香客大楼一整天都热闹滚滚。来，不要等一下。原来是白沙屯妈祖进香之旅开放报名，香客不是起个大早来的，而是从初三排到初七，总共帮914人报名。虽然说在地人不用那么早报名，但是就是因为外地人报名太多，反而在地人会紧张说，那我后面晚来可能会没有衣服尺寸啊。陈先生从大年初三就跟朋友两人轮流在门口顾板凳抢到头香，还帮超过900名的亲友团一起缴交报名表跟费用，领进香服装。办不完啊，人家休睡觉。900多个人的帽子、背心、臂章外加毛巾，来来回回搬了好几趟，还特地开休旅车来载。有外地香灯脚无法亲自跑一趟的，也都拜托亲友帮忙。八号呀，帮几个人报名？70。左右看一下，如果你的旁边的人看不懂，麻烦你重写一下，因为这个要写进去书里面。启程前的40天受理报名，从2月16一直到3月14号为止，9天8夜徒步进香，将在农历2月初9，国历的3月18出发。只不过今年云林北港朝天宫的香客大楼已经被预定满位，无法让香灯脚休息。北港朝天宫没有办法提供住宿，所以说人会稍微少一些。去年白沙屯妈祖进香多达112,000名信徒报名，今年拱天宫准备了135,800件的进香服，让香客报名并缴交700元后直接现场领取。庙方再次强调，如果在网络上宣称报名得破1000元的，得留意小心别被骗。三立新闻洪孟贞苗栗报道。